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咱通过学习佛法，知影佛法的这个纯净的智慧，无烦恼，无执着，清净的家。这就是咱究竟的家，不变的家，远离痛苦的家，远离烦恼的家，是咱本来清净的家。佛菩萨并不是来自于虚空，佛菩萨来自于咱凡夫心的转变，来自于慈悲和智慧。智慧如广大，心如清净，烦恼得如少，你对解脱也得如有把握。把无清净的心转化为清净的，就是真正的修持佛法，真正的解脱。修法不但要对上师有坚定的信心，更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咱要换一种心态来修法，不通用以前的旧习气来修法。既然你已经知影了以前的心态修不出来，你就应该换一个方法试看看，这样才可以知影自己的感受。人说
培养心中的佛，不是说培养这个身躯，而是说恢复内心本来固执的如来藏，这个纯净的智慧。执着心带来轮回的痛苦，恶业带来恶的果报。如果你想要远离痛苦，得到快乐，你就一定要远离这两种行为。别人是好是歹，跟咱都无关系，咱家己做好就好啊。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，不通参像检察官同款，总是去检查别人的过失，一定要尊敬因果，相信业报。什么人会当教咱认识轮回、认识痛苦、认识因果？这个人就是咱的善知识。什么人会当引导咱认识自性、认识解脱、认识涅槃？这个人就是咱的金刚上师。口头上佛法讲得更加好，自己的烦恼习气出来的时阵，对敌不相，都是算他人之报，对自己修行丝毫无帮助。修行爱福慧双修，爱参存积极共款，一颗一颗
给累积起来，安尼咱的福慧才会当增长。不管自己有多少苦难，都不通忘记你了众生。如果自己痛苦的时阵，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痛苦的，这是心量伤过矮啊。嫉妒别人，未减少别人的善根甲福报，只会互家己种下嫉妒的恶因，将来由家己承担这个恶的果报。随喜别人，虽然也未增长别人的善业，但是会乎家己种下善因，将来由家己来享受这个善的果报，别人偷未走，也抢未走。提供别人过世的时阵，家己就慢慢地下降啊。你恭敬所有的人，常常赞叹别人，你家己就慢慢地上升啊。只想到家己的痛苦，未记得了所有的众生拢伫痛苦当中。地界、五鬼、往生的痛苦，无量无边。比起来，咱一点痛苦根本无算什么。为着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咱才需要成佛。
这个世界上无什么物件是真正属于咱的，只是暂时利用而已。早晚每一个人拢爱死的，一条心，早一点仔放下，死的时阵你会更加快乐。我一定爱做某一件代志，做了就心内舒服，有了安尼习气，永远袂快乐。执着心愈强的人，性格愈歹，想要得到的物件得袂到，一干加暗，靠脑嘛无路用。对着习气行，对着烦恼行，这就是众生轮回，就对这个所在开始。记法记集要，菩提心是大乘佛法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课题。释迦牟尼佛曾经开示过，故菩提心者，方得真觉悟。发菩提心故，以诸佛相契。咱如果可以真正地发出向善、向上、向觉的菩提心，便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诸佛的加持庇护，使咱所发出的自利利他的大愿，可以顺利地完成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。
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回违四年，邀请助养爸爸妈妈们前来现场为我们加油打气。非洲孩子的笑颜因为您的善心而绽放。非洲阿弥陀佛关怀协会 ACC 的助养院童即将来台展现学习成果，传达由衷感谢，邀您前来欣赏。一、表演场：一、12月9日星期六14:30，三重区综合体育馆2楼演艺厅，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1段2号。二、12月14日星期四19:30，高雄市文化中心智德堂，高雄市苓雅区5福一路67号。三、12月20日星期三19:00，嘉义市长青团，嘉义市东区公益路1号。四、12月30日星期六14:30，台中中兴大学惠孙堂，台中市南区新大路145号。二、参会场：一、12月12日星期二19:00，高雄参会汉神巨蛋9楼国际宴会厅，高雄市左营区博爱2路777号9楼。二、12月17日星期日11:30，台南参会情定婚宴城堡，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北路403号。三、12月23日星期六11:30，台北参会戏子宽和宴展馆，新北市戏子区大同路1段237-6号。四、12月24日星期日18:00，桃园参会绿光花园餐厅桃园会馆，桃园市芦竹区中正北路800号。三、助养人功德总回向法会，2024年1月1日星期一14:00，元亨寺台北讲堂，新庄区长青街17号，捷运新庄线头前庄站1号出口。表演场为锁票进场，一人一票，参加办法请详洽各地主办单位。活动将提前30分开放进场，请大家提早到场。阿弥陀佛关怀协会洽询电话：台北02-2791-3398，02-2791-3398，台中0968-927-198，0968-927-198，台南06-2220905，06-2220905，高雄07-2317-061，07-2317-061。投资标股，迈向财富自由。欢迎你，让我带你走向成功。哦，跟着老师就赚了10万哦！我刚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啦！注意，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，50万包你吧，只有10个名额。我要加。网络投资陷阱多，稳赚不赔是诈骗，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。请问心与心性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心是形成的思想，心性是离于思考与作意。当你体验到此一本质就是你的相续时，便中断自心的意念活动，并任其如是而为，无作意，
且如它的本然状态。这个离于任何作意极静且鲜活觉醒的状态，是自然清净自心的要诀。请问片机与片机式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，在片机中，片指的是来来去去形成概念的念头，机是与法身相合的基本了知，因此是除藏善恶习气的容器。片机式是从片机激起并升起为念头的心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觉受时，让你无作意的本然状态，你真实根本的自信，不受思维干扰，平静地保持着无念与鲜活的觉醒。认知此为片机与事两者的本然状态，也是事物的自信，因此这是自然融入法身的要诀。请问心与心事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，心是思维的基础，心事是所有可能发生的念头活动，是促使心活动的风息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不要被挑起情绪的风息所煽动，而是让心保持无念，不由任何体性所构成，就有如酥油灯中不为风动的火焰。